嘿呦，各位，你们有没有玩过交友软体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太废了，有些还要花钱，然后根本认识不到什么。我今天就直接到路上去找人认识，好不好 ？Check out。我一张发票，我一张发票可以认识。好，没有在拍网络，开始我在录。你有看到？你有玩过交友软体吗？那、啊、你有看到人在路上交友吗？那、啊、现在你遇到了，那、啊、我可以跟你做朋友。听起来很舒服，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那我可以讲下去。要高中生在玩这个、啊。啊，白痴啊！哎，各位，你们刚看的画面是好几天前的，然后今天离那天又过了一段日子，我真的觉得这任务有点困难，而且在这当中，我又有一天有出去出任务，可是完全就没有找到人，或是一些时机不对。那没关系，今天我来挑战最后一次，不管有没有找到，我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再拖下去我就没衣服穿了。没有看到。那这几天呢，我也经过很多磨练，我就看了很多酷炫的影片，他现在是我师傅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照片，你们知道我跟我师傅感情有多好了。好，没事，回来。反正我会多利用他一些不要脸的技巧，然后在路上交朋友这样子，希望可以成功啊。好，那在出发之前呢，我有一件事我还是必须要讲一下，我是在交朋友，所以呢，我要找的人是我想认识的嘛，对不对？就算是你玩交友软体，你看到不喜欢的，你也可以把它划掉嘛。所以如果找不到人的话，就是运气不好，毕竟这个事情本来就是需要一点。OK, let go。 我刚在旁边看到一个女的还不错，现在过去找她。Hey bro, 你单身吗？要不要跟我去吃麦当劳啊？我可以请你吃麦脆鸡哦。好啦，不理我，走吧。我刚刚看到对面有一个看起来我好像想认识的，可是他们太多人了，我有点畏惧。然后我看到他们有一个板子上面写采风，好像是桃高采风社，就是会穿很骚的衣服然后跳舞的一个社团。没有，你笑了，是我就直接上。没有，他们可能在忙。没有，他们没有在忙，他们时间多到可以送你。今天真的最少至少要再找到一个，不然这影片真的太烂。哦，你也知道，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就够了。大叔都买一送一了，然后交朋友没有半个。没事啊。算健康的，算是单身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好，谢谢，祝你幸福。嗨，你好。你们可以认识我吗？对，好尴尬，这样。那我可以追你 IG 吗？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等。OK OK， 你有追踪魏可卿吗？没事没事，好，是啊。你会介意再放到 YouTube 上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。所以为什么变成你在交友？在无虚发，为什么会在路上遇到，然后就被我抓来交友？没有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真的没有。不是你这样太尴尬。有说有笑，有说有笑。所以你一见面就问他可以跟你认识，会不会太秀了？可是我身高啊。大师，你就是一个失败者。你是不是小老二？没有，就是运气不太好，找不到想认识。你是不是小老二？不是，我还是有想问嘛，只是我都先问他们是不是单身，然后我就被打枪了。啊，因为我后面要接一个梗，所以我必须要先确认一下他们的身份。不是因为我介意他们有男友，我就不要，好吧？所以是不是很烂？对，有一点，因为我还是没有找到，而且其中一个还要靠我朋友去认识，大概在搞什么东西。没关系，那我这几天出任务就是认识一个朋友，那我这几天有稍微跟他聊个几句啦，对，差不多啦。我觉得他人其实还不错啊。那你们应该知道，教我这个任务就是有点困难，不要轻易尝试，不然就是可能要求不要那么高。那这一次就是拍一个经验，然后也同时跟你们分享说，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。虽然好像看酷炫影片就是随便街上拉塞了 blah blah blah， 然后就可以叫一堆妹子，还陪他去吃什么意大利面之类的，现实可能比你想象还要难一点点。其实对不起观众，有一点。好，那没关系，因为我还是有交朋友嘛，就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拍个什么续集之类的。那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啊，应该没有人会喜欢了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在下面按个赞了，给我一个支持，我这尽到我很大的勇气了。好，那就谢谢打枪我的那些人，让我觉得我人生又有更进一步的感觉。我下次如果再遇到，我一定要交到好朋友。OK， 那你是不是小二？不是，拜拜。